Hello，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大家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如果大家能听到老师的声音的话呢，跟我回复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好吧？老师好，正式上课时就不要放音乐了，跟着音乐跑，没去听课啊。王十一同学，老师知道啊，咱今天肯定不放音乐啦，对不对？好，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话，设备一切正常，跟我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了。好吧，老师，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能否教一下戴眼镜的人是怎么画可以吗？那为什么不提前跟大伙儿说一下呢？对吧？今天老师只准备了在课前的时候群里面大家跟我的一个回复。那么首先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内容比较多啊，我不希望大家跟着我呢上课再去画，咱们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吧？那没有问题，咱们正式开始上课。那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写生专项修炼课。那今天晚上的课程呢，叫做高原音像，是上半部分，我们只要呢起形，然后呢勾一下线就可以了。我是大潘，同学们对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导学模块我们直接过掉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在上课之前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有个别的同学啊，在群里边跟老师呢反映一下，说老师能不能教点什么别的东西？哎，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可以。那首先呢，就是课前啊，有位同学跟我说，老师，我临摹了这个王子武老师的《齐白石》啊这张作品啊，不太了解啊，不太明白这里边的这个颜色是怎么去画的。是吧？那今天呢，我们用简单的几分钟的时间吧，包括待会儿呢，还有一个问题，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东西呢，讲归讲，但是至于能不能画得出来，怎么去画，大家还得自己在私底下反复的去练习。那首先呢，我们现在画面中能看到的左右两边呢，分别是啊王子武先生画的另外一张墨笔的一个墨稿的这么一个作品，有点像素描了，是吧？那右边呢是他的一个成品的一个作品。啊，当然也不能说成品，这两个作品都是作品，很好看。那怎么去画的呢？首先，王子武先生他是我们正儿八经学院派毕业的，对不对？那么他画的这些东西呢，肯定受了一些素描的一些影响。你看，包括明暗，包括光影，对吧？我们老人眉弓处，包括呢颧弓这些地方的一个光影的体现，你没有一个素描基础，你是无法做到非常准确的把它体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基础，就像现在我们很多同学一样，对吧？那我们怎么去画呢？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强调的那个知识一样，就是我们可以不会画素描，但是我们得懂一点儿。我们可以不会画，但是我们得懂一点儿。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对人体的结构、比例这些人体的造型的知识要了解，不光要了解，要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并且掌握。这个东西呢，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好吧？大汉老师呢也是刚刚进来，所以说课前有个别同学问我问题呢，我也没有来得及去回答他。我希望待会儿呢有问题，我们讲完之后你再问我，好吧？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一下啊，这个作品怎么去画？我刚才提到了，把墨稿做足，前提就是你把这个人体的面部五官的，你像眉弓，对吧？我边讲啊，边给大家标注一下啊。红色的笔记标注，你看像眉骨、眉弓这些地方，对不对？眼轮匝肌是吧？鼻头、鼻梁、鼻翼，包括咱们的一个颧骨的这个走势等等，对不对？你必须得把这个结构、肌肉了解清楚了。你画的时候把这个墨稿做足了，就像我们左边这个图片一样，看到没有？老师平安夜好。啊，你也好啊，涂鸦的武汉人同学，今天呢平安夜，大红老师呢陪大家一起上课，来的人呢也比往常要少很多，可能是过平安夜了，也有可能是去体验课了，是吧？但是呢，今天我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会儿时间呢体验课还没开始，你呢就暂且跟着我听一听，好吧？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一下，墨稿做足了怎么办？剩下这个地方，我教你啊，这个颜色怎么去调出来的？这个图片可能跟我们大家自己手上的那个图片不太一样，你们自己去搜，搜到的版本有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呢，去找一下咱们的一个画册里边去看，是最准的，好吧？那咱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去调的，我每一个地方跟你说一下。首先呢，咱们这个肤色的最暗部的一个地方，你要明白，他是一个老年人，老年人就不可能特别的粉嫩。
白皙，所以我们调这个肤色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的一个肤色的最重的地方调出来。一般情况下是赭石加花青加胭脂加赭石这几个颜色，听清楚，这四个颜色不是所有都加在一块儿，是赭石和墨、花青和胭脂，或单单用花青。明白了没有？你比方说哪些地方是这样的呢？你比方说我们的眉弓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一开始它肯定用的是赭墨，赭墨色比较重的一个颜色，然后呢用点这个胭脂是吧，起到一个中间的过渡，再亮部的一个部位呢，肯定就是一个赭石调点三绿了，这么一个颜色，对不对？我们人体的肤色最基本的一个肤色的倾向，不管男女老幼，记住了，赭石加三绿调一点点，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肤色的最基本的倾向啊，色彩倾向。那么我们再往后边去看，你看一下我们脸上有这些结构，对不对？在一些最高处的一些位置，有点发红的一个感觉。这个颜色往往都是曙红朱砂或曙红调赭石这么两个颜色。那你再往亮处去点的话，你要明白，就是我们这些最亮的地方，它很多时候是用的留白的方式。当然，今天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张作品一个特别的跳的东西，就是他的一个白胡子怎么去画的，对吧？这个白胡子，我现在简单用一句话说一下，待会儿再讲。这个方法就是一个一留白，第二个用白粉直接勾出来的，是这样的。类似的技法，它受的谁影响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徐悲鸿先生的早期的一些作品，画的那个泰戈尔像啊，那个东西，它也是留白釉。勾的，然后呢，像一位画家叫李胡，你们搜一下啊，李胡，一个角就是那个，就是角落的角，然后旁边一个斗啊，一斗米，二斗米，这个斗啊，这个字念胡，李胡，他画了一个作品，也是画了一个齐白石这么一个形象，他那个胡须就是用的这个白色的颜料给他勾出来的，啊，没有用留白，它是纯勾，这个呢是留白加勾，是这么一个技法，啊，其实大家明白技法，老师。我们都会，就是画不出来。为什么画不出来？因为你对于这种技法的一个局部的训练太少了，你就依葫芦画瓢，先画，画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跟效果，你两遍三遍的效果跟一遍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继续往这个肤色去讲，这个肤色的上面的这个颜色，记住了啊，由深到浅基本上都是赭墨、花青和胭脂，然后过渡到曙红、朱砂、赭石。然后最浅的留白或藤黄加白，哎，就这么一些颜色。那我们染色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呢？这个颜色我感觉老师染的为什么那么的细腻？告诉大家，绝对不是干的时候去染的，就是我不是说先染暗部再染亮部，而是什么呢？而是先把整体的一个感觉或一个大的局部。你比方说我要染这个眉弓的这一块、眼窝这一块，我至少先把这一块给它打湿了。对吧？先用一个最基本的肤色的一个底色，赭石调点三绿，给它打湿了，然后我再衬湿的去画。这个衬湿你不是刚画完就去画，啊，马上就去画，很湿，那你一定会晕得很厉害，啊。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等它稍微干一点，就是在这个墨色将干未干之际去画，是最恰当的一个时机。记住了，这是一个衬湿去画的这个一个技法，所以让这个墨色的浓淡的过渡、深浅的过渡、冷暖的过渡，才显得那么的微妙，那么的细腻。其实这是他早期的一个作品画的，跟他以后的后期的一些作品来比，那这个艺术性啊，还是要差一点的。为什么呢？明显就是一个比较西化的感觉，帽子跟衣服就是一个大墨块去铺出来的，对吧？一粗一细的对比。是吧？帽子跟衣服是粗，脸、胡须这些地方是细，是吧？一紧一松的一个节奏感的把控，这个在于他早期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家来说，能画成这个样子，在那个时代啊，不错，因为他当时那个年代就是流行这么一个画法，好吧？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有位同学问我说，老师这个寸头怎么去画？啊，我们再往下边去讲。不知道王凯勇同学今天有没有来？如果来的话呢，我希望他能听懂；没有来的话，他看回放应该也能听明白，是吧？包括有名小卒这些同学啊，他们对于这个画还是蛮喜欢的。我希望呢，我简单的讲解一下，对大家来说呢，也有一个帮助吧，跟启迪，好吧？当然说归说，你还是得自己去画一画，试一试。
尤其是咱现在这个阶段啊，我们以后画画都不要再用宣卡去画了，你就拿那个宣纸去画，不管是生宣、熟宣还是皮纸，你就用那个正儿八经的宣纸去画，啊，先用书画纸，就是机制的纸，它没有那么的阴啊，我们还好控制。随着你的技法的提高，我们要过渡到一个纯手工的宣纸上。越是纯手工的宣纸，尤其是生宣，它越是有点阴。但是我们基本功扎实之后，你再去画，它就不会显得那么的捉襟见肘，就觉得好像感觉把控不了似的啊。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慢慢的过渡，好吧？那再往下面来，对，刚才涂鸦的武汉人打出来这个李胡的胡字儿了啊，对，就是这么一个字儿。那同学们能听懂的话呢，你跟我回复一下一个数字二就可以了。咱再往下面进行第二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课前同学们反映的一个知识点啊。刚才有一同学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戴眼镜的这个人是吧？我看一下这位同学的一个名字啊，大家稍微等，我看一下啊，咱看看下节课能不能讲一讲，叫做季明同学是吧？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能否教我一下戴眼镜的人怎么去画，可以吗？用几分钟的时间，用不了几分钟，一分钟给你讲一下。哎，那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戴眼镜的人怎么去画，我就用这个白石老人的头像作为一个例子，咱给大家标注一下啊。戴眼镜的人怎么去画，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眼镜你看到的这个面儿，跟他真实的这个人的五官，就是眼睛这个面儿，它不是一个面儿。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简单标注一下啊，用一个红色的边框，这还稍微的不太好塑。啊，再往下一点点，这个角度肯定是一个大一个小，但是大小你不能太过于突兀，对吧？啊，我用一个红色笔给大家简单的圈一下啊，往这儿来，往那上面去。好，我们用这个东西看一下啊，叫做季明同学，我希望呢就是稍微有点简单粗暴啊，这个讲解，但是你一定能听懂。我们画眼镜的时候，你怎么去画？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我用一个蓝色的笔记给你标注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什么意思？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面儿，镜面里边能看到的这个面儿，跟我们画面之外的一个面儿，它绝对不是一个角度。你比方说，我们这条线，我放大一下啊，我往上面去画一个，你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平时还得仔细观察一下啊，你比方说我们这边有这个眼睛，对吧？啊，眼角过来了，但是这一块儿你必须得有一个错位，明白了吗？你必须得有一个错位，你得把这个眼神呢给它勾勒出来，外轮廓框，尤其是咱们这个眼镜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就是两边这个东西，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叫什么呢，脑子有点短路了啊。这个东西过来之后，这个面儿。这个地方啊，跟里边这个一定要错位开，你可以低一点或高一点。这个东西你得根据你所面对的那个对象，你去观察它的一个细节，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错位。所有的这个镜面里边的这个东西啊，镜面里边的这个所有的景象，跟我们画面之外的都不是一个线连贯在一块儿的，不是说我们这根线穿过来就直接这样了。这个不是的，所以说我们画眼镜的时候啊，戴眼镜的人基本上画的时候就是这么着的一个细节需要注意，这也是最最主要的这么一个东西，一定要记住啊。老师边儿，这右边这个老人头是画出来的，怎么像照片一样？您把这个人物的肌肉给他找到了啊，弄明白了。您画的时候呢，用这个墨色的浓淡干湿，然后配合着你用笔的一个力度跟速度。轻重缓急，虚实灵活，你慢慢的给它刻画出来。像这种东西，我们不要求一开始大家呢，也不见大家就开始去画这么一个整体，你就单画这么一个眼窝，对不对？单画一个颧骨，是吧？骨轮匝肌的这些地方等等，你先画一个局部，逮一个局部去练。练好了之后，你把控好这个水墨的一个笔墨的一个运用啊，你把控的非常的娴熟了，你再把它画一个整体试一试，好吧？这是我们那个戴眼镜的人，咱别等下一节课啊，就这么一讲，我相信基本同学也都听明白了啊。咱再往下边来看，这个东西不能讲太多，20分钟之内咱讲完，好吧？咱们底下画这个画挺大的，今天还不一定能把这个行，能把这个墨稿能勾完，勾完就勾完，勾不完咱下节课勾。
好，第二个知识点就是我们一位同学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小孩的寸头、平头是吧？一个意思啊，怎么去表现，怎么去表达？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稍微等啊，老师喝一口水。好，大家稍微等啊，老师又回来了。这个平头、寸头啊，也有分发量，对吧？这个，头发的一个长短等等，记住了。小孩儿，你不管是小孩儿、大人，大人也是这样。待会儿我给你们看两个照片啊，两个作品，你们一看就明白了。画短头发的时候，你们就不用管他的一个头发的所谓的一个这里边的一个体积感没有。没有这么多，你发量越稀疏，你这个额头画的就越饱满。然后呢，您这里边的这个墨色的一个运用啊，我给大家再标注一下啊，这上面这些地方，你用干笔、淡墨，用笔的力道感是虚实灵活结合一点。你越往肤色的这个靠，你这个用笔越轻，墨色越淡，越往里边越重。然后重点是体现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条线。这一块儿，啊，我把这个痕迹先去掉啊。重点是中间这个位置是特别的重的，这一溜啊，尤其是我们的两边儿这个位置特别重。咱把手不用看啊，外轮廓呢，用一些干笔散锋，你啊浓淡的墨色啊，对不对？虚实的用笔呢，灵活的多变一点，你别从边儿对吧到下一溜烟儿一个外轮廓就画的一模一样。啊，不管是力道还是它的一个墨色的浓淡都一样，这个不行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我们只看一个大致的外轮廓的造型，最里边中间那个地方是最重的墨色，尤其是两边这个位置是最重的。记住啊，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好，那么我们光看这个东西呢，倒好说，咱看那两张作品，给你看一下啊，两个作品，这两个作品呢是我们这个首师的一位博导。啊，也是硕导，叫王珂老师的一个作品，我们像类似的这样的所有的写生的画人呢，比较的写意的啊，这些风格那些作品呢，最后啊，大鹏老师会根据我们一些表现优秀的一些同学的一个情况，咱们呢去选出来一些同学啊，这是老师呢给大家准备的第二个大礼包，第一个大礼包呢是我们相关的一些人像的照片素材，仅供参考，里边有清晰的，有不清晰的，对不对？但是不妨碍咱们去以它作为形象对象去画它。第二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大批呢一些作品。啊，有作品，有照片，咱们反复的去对照啊，不同的风格，你可以画不同的一个对象啊，好吧，这是我们第二个大礼包啊，相似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去总结一下的，汇总一下发给大家，好吧，这个当然也不可能谁都有，对吧？当然最终你们肯定也会做到谁都有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里边的这个作品，右边呢是一个大人，成年人，对吧？还有一分钟，咱讲完啊，一分钟，好，你看一下是不是我们靠近。面部的时候，额头这个位置的时候，哎，这个墨色比较淡，比较浅，对吧？你遇到额头中间这个地方，肯定是最亮的这个位置，是吧？那头发呢，中间这个位置比较重，咱们要肯定去掉啊，中间这一点点比较重，然后两边也特别的重，对吧？外轮廓形是非常完整的，但是你用笔的力道跟你的墨色的浓淡的程度也绝对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记住了，我们画画，你如果是不断的重复相同的技法，那绝对画出来不生动、不自然、不好看的。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啊！你可以用死毛法，你也可以用披缩法，你可以用我们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其他的这些技法都行啊。甚至说你可能以后自己独创出来一个技法，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对吧？那我们旁边这个小孩呢？你看一下，这个小男孩的刻画，那就更直接了，是吧？咔咔咔几笔画出来。同样，靠近额头、面部的时候，肤色呢，我们跟头发黑色相衔接，你必须得有一个淡淡的一个衔接跟过渡，是吧？然后呢，你往上边去慢慢去走，中间这点也是很重的，两边也是很重的。记住，你不管头发的一个长短，你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个部位重一点，中间稍微的
淡一点点，为什么呢？人的头型它就长这个样，这两边这个地方一定是它的一个弧度最大的，尤其是你平视在光线特别强烈情况下，它是这样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外轮廓依然你别忘了这个头，你记住了它的发型，它的头型是长什么样，你最终的外轮廓依然要保持这么一个大的头型。老师，这个电子笔不太好用，鼠标啊，咱看一下这个感觉就可以了。好吧，那问我这个问题的那位同学，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听课啊。我希望大家看回放的时候跟他一样，咱都能听懂，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咱们课前的这点小知识吧，算是好吧，额外的一个小知识给大家讲讲。其实这个东西，我相信咱们前面的融专项课的老师应该都给你们讲，甚至都给你们示范过了，应该是的，对吧？只要你们提，他们都会给你们画的啊。好，这个东西呢，我们简单的说到这儿。那你看，快半个小时了，对吧？来，咱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案例跟参照的素材，好吧？那能听大概个明白就行。同学们，跟我回复一个数字666，好吧？积墨法，你说哪个积墨法？你说我们的头发是积墨吗？这个还谈不上积墨，积墨法是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用这个墨色呢，由淡到浓，由浓到淡，反反复复，在不等它完全干透的情况下，反复的去叠加、去积累积墨。这个头发的这个点儿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法，还谈不上啊，还谈不上这个东西，还谈不上啊。但是你要追求这个效果跟技法，也可以用啊。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来画一些比较厚重的头发啊，比较厚重的这个衣服这些地方。你看，我们画完之后这个，对吧？你就可以用积墨法，方仲先，包括呢周思聪啊这些老师呢，前面画家他们画一些后期他们自己变形的一些风格的时候，就画这种东西啊，积墨法，就是黄飞鸿那种东西啊。好，那你那能听懂就可以啊，能听懂就行。那咱们后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要需要画的这些东西，参照的素材就是那么4张照片啊，课前呢都已经发给大家了。今天呢，我们把它有机的组合在一块儿，你呢？不必受我们照片中的这些所参照的人物的形象去束缚了，而是根据他的一个大概的造型，咱们把他们组合在一块儿，该加胳膊加胳膊，该加身子加身子，咱们把它该改的就改，该变的就变，放在一起组合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画面。那我们今天呢，下课之后，大家呢大胆的去画一画。课上呢不必跟着我去画，咱们呢就交这么一个墨笔的线稿就可以了，能画多少就画多少，好吧？你哪怕只画了中间这个小孩儿，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大胆的去交一下，而不是一直拖到最后，我们的作业通道都关闭了，是吧？想交作业找不到老师了，那你再着急，我觉得这个东西咱得自己好好的把控好这个时间，好吧？你哪怕只画了一点点，咱交一下了，老师看看。那么我们接下来自己再画，你也省了犯相似的一些问题跟这个出现相似的一些错误，对吧？好，咱把画面切换一下啊。那大发老师呢，咱把话筒啊之类这些东西呢都稍微的挪到一边，鼠标啊，因为画面的尺幅比较大，老师呢需要给大家调出来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跟上，咱们看一下我们画面中最主要的一些镜头就可以了，好吧？咱们就无法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完整的一个画面了啊。老师呢，把这个话筒先挪到一边去 这个纸呢，我现在已经是最远最远的这么一个画面镜头，我们也就是只能看到这儿啊。那么呢，我们这个人头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小女孩，我们先画这个啊，先画这个地方，先画她。啊，我们把这个小女孩给大家框一下啊，大致的一个位置就在这儿。你看，最多也就能看到她了，但是呢，每画一个地方，咱们呢尽量都让大家看一个局部的细节，好吧？画完之后，明天中午吧，明天中午我看看能不能来拍一下啊，把这个画完的给大家拍一下也行啊。不，如果大家呢有这个墨稿的步骤图，我们看那个也更准，好吧？西藏组画那是陈丹青先生画的啊，陈丹青先生画的那是油画。到最后才交作业的，这个大家呢，四开对四开的，巴扎黑了，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顽皮了，咱开始起形，咱先起个形啊，从头到尾起个形，慢一点，可能半个小时，可能一个小时，这个都有可能。咱们用毛笔勾，能画多少画多少啊。来，我们呢边看咱们左上角的这个照片，我呢也不用看什么特别大的，你们也不用看，你们看着我画就可以了。最上面呢有一个本节课的纪语，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要点嘛，知识点，你们可以记一记。啊，需要注意什么地方都给你们标注了。下边呢有我们的工具，如果确实是按捺不住的话，你像跟着我画，你就是练一练，跟着我试一试，好吧？老师就不等大家了，老师就不等大家了，咱就直接画了。老师，好了好了好了啊，老师，我用不用眼睛画呀？这个随你啊，好吧？咱用手画就行了，带脑子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啊，咱们先画一下咱们的这个，哟，中间的这个偏左一点点，中间偏左，整个四尺的纸，老师这个镜头实在是放不了，这是最大了，这是最大了，我画这么一个头就满了，基本上啊，中间偏左一点点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呢，咱们呢再往下一些，基本上呢你别超过太多就可以了，啊，你别超过太大，咱们主要呢画这个头基本上跟大鹏老师的这个手。差不多，基本上啊。好，那没问题，咱可以啊。来，没有任何问题，你给我回复一个 OK，咱开始起型画，好吧？这个过程可能大家的问题，我可能过了好久才能注意到啊，希望大家能谅解啊。最后我再看一看大家的一个留言，好吧？OK 啊，抓紧时间。老师，等等大家啊！然后呢，我边画的时候呢，边尽量的少说点话，对吧？我们主要是看一看，其实起形啊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怎么画了。造型能力呢，慢慢培养吧，大家啊，咱慢慢练，这个也没什么别的一些技法啊，一些东西。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小孩呢，他的一个头型呢，基本上是一个四分之三的一个侧边，对吧？老师也是近视眼好，看不清字儿，我是真看不清楚啊。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手跟脸作为一个对比跟参照，然后呢稍微靠下一点点儿，咱们呢直接框一个大型，咱找一下一个大致的位置啊。下边的一个头型呢，咱们也稍微的注意一下，找一找，这个上啊基本上还是能看清楚的，对吧？这个呢，我起型啊就不再画的，就是说特别的重了啊，画特别重了，咱大致上找找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对，先画这个中间的这个小孩儿，最上边啊，咱从上往下去挨个画啊，从上往下，从这个左到右慢慢去画。老师镜头容易晕哦，老师把这个镜头呢稍微的定一下我们这个焦，好吧？咱别自动对焦了啊，咱固定对焦就可以了啊。好，下边呢，我们这个啊脖子的一个位置呢，也给它相应的找一找。咱们把它有机的组合在一块儿呢，不在于把它画的跟照片一样，你这个时候你根据你的画面去决定去修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往上面挪一下位置。哎呦，那稍微等啊，这个纸有点大。每次我一画这样画呢，就是容易把它画的，就是说，就感觉像是做了一个苦力活似的啊。
碳圈能用纸扫掉大部分，但墨不能去掉。嗯，是的，英宝蓝同学已经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啊，谢谢你啊。手脚啊，基本上呢，咱是要重点体现。当然，这个画面没有脚，对不对？咱只有这些呢，大的一个，衣服等等这些东西 找一下一个大概的位置。这还有他的小脏辫儿，对吧？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孩的大小跟比例，我们就在这画面中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你稍微往里边缩一缩，大一点啊什么的，对吧？都行。耳朵的位置在这儿。鼻子、眉毛、眼睛，主要是看这个三庭五眼的一个位置，对吧？这个地方就不能说是五眼了，对吧？我们就是找一下大概的一个感觉，也速写入画，长得也稍微的放松一点、洒脱一点就可以了啊。转角就找，好，这个小孩呢，我们给他大致的找一找，哎，就这么一个大感觉。后期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我们只需要把他的一个细节呢，慢慢的在画的过程中啊，你是不是按照这个痕迹去画的啊？不是按照这个痕迹去描的，在这个范围之内，上下胖瘦大小调整就可以了。再往上挪一下位置，大约在这个位置，我们加上这个。成年人，啊，咱们还是按照这个图片中的这么一个感觉，对吧？身体的宽窄、高低在哪儿？我们以它作为参照，啊，所以说这个脸加上去之后，你就要做一个调整了，高一点，都是用直线去表现，啊，去表示它。到这个位置，我呢也不敢去画的太重啊，画太重我怕待会儿呢就是影响一下，对吧？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画面，还得再擦，太麻烦。待会儿呢我就简单的给它蹭一下就可以了。这些小细节呢我们都不画啊，只看一个大的感觉就可以。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小孩儿，小男孩儿，对不对？他其实就是一个平头的这么一个感觉吧，对吧？就是一个平头的这么一个感觉吧。我们画的时候呢，你稍微的调整一下他的一个大小、胖瘦等等，哎，就可以坐着画还是不行啊，待会老师站起来画啊，大家稍微等，坐着画容易有透视啊。咱调整一下这个。话筒的位置，还是得站着画啊，站着画看得更准一点儿啊，没有这个透视，然后这个就画小了。好，咱们往下边去画的过程中呢，我们灵活的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胖瘦啊、大小、头型啊，得给它稍微的，待会儿给它缩小一点，这个位置，往这儿来，再稍微的大一点。那么我们画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啊，整个画面中的一个大小比例就可以了。那老师，这个手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啊，这是一个木炭条，这是一个木炭条啊，老师又看不见它的字儿啊。老师什么什么画？
老师看不清楚了啊，老师画吧，好吧，老师画吧啊，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头。最基本的透视你一定要找到啊，小孩的头嘛，对不对？小手啊，在这儿，大胆去画，我的头肯定大呀，对不对？大脑袋啊，你接上来，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们往上边来，往上边来看一下，咱们另外一个，中年妇女的一个形象是有点女生男相的这么一个感觉。女生男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往下边走，左边那个啊，咱画他。我们画他的时候呢，你们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头加在这个肩膀之上，对不对？他的一个头颈肩的透视关系跟比例，你得要微微的给他调整一下了。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头大小，你要跟他们俩作为一个对比，你要跟他的胳膊作为一个参照跟对比，这样呢，我们画出来的感觉会比较的舒服一些。大鹏老师调一下话筒的位置。如果大家现在能听见老师的声音的话呢，跟我回复一下，好吧？能听到吗？能听到的话，跟我回复一个数字八就可以了，好吧？老师稍微等等大家啊。老师把范画亮出来吧。老师把范画亮出来的话，可能会稍微的影响我们整个画面的观感。老师是不愿意把范画亮出来的，为什么呢？多余。是真多余。你每一次画，你看你们面前的这张纸的大小就可以了。我们看这张纸的大小就行了。我之前呢也试过放画出来，其实放了之后，同学们又让我收回去，是吧？这个还有点多余。咱看一下我们这个画面的一个大小啊，在这个位置，头型找一下它的一个大小。你不用管这个头发之类的啊，你直接把它的脸给它圈出来就可以了。大致脸的一个造型大小啊，是什么样的啊？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比较变形跟夸张的这么一个感觉。你别把它画的真是说特别写实。你看看方东先后来画了一下画那个帐篷里的笑声还是什么啊，微笑还是什么，然后他母亲对不对？包括周思聪七八十年代的画了一批作品，他画那个东西，他就是一个比较变形夸张的一个东西，特别的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它不是再是一个写实的一个东西了，对吧？你包括现在很多画家画那个位置，颧骨，找到它的一个特点，啊，你呢把它稍微的给它放大画，那就比较的好看，有意思。眉毛之类的，对吧？你给他找到，对你用笔用线就是这么的放松，你别，哎，特别细致啊，真的像画素描似的。这个是以速写的笔法入画，你也不用去刻意擦它，是吧？啊，去擦擦这擦那，不用，这加一点东西过来，待会儿啊，老师是用木炭条在画的，对对对。啊，这个问题还是在听这个问题上啊，咱不再多说了啊。好，再往下边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在左边，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呢，老师啊需要把这个画呢往这儿撤一下，咱看一下我们这画面，桌子就那么大，这倒不担心，但是镜头只能缩到这么远了，无法再远，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就在这儿，咱画他啊，画他呢，这个高低呢，你可以跟他一样，你也可以比他矮，你也可以比他高，都行。我的建议是比他高或矮，你自己去选择啊。你只要别画的呢，跟他画完之后感觉两个区分不开就可以老师范例画的脑袋看不到，老师范例。范例画的脑袋，哦，你说范画画的这个脑袋看不到是吧？我在这儿画你看不到吗？范画我没调出来啊，咱继续画吧啊！来，同学们，咱别说其他的问题了，好吧？咱继续画，继续看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头型，跟它差不多高吧啊，在这个位置，
下来，对吧？好，先把它的一个头部的位置把它找到，身体的位置啊。左右呢，画的时候啊，左右啊之间呢，你给它有一个参照跟对比。哎，你别画的时候呢，哎，我画着他，我只看他不看他，你这个人可能就画大了，他就显小了。他们之间都是正常人啊，成年人跟小孩之间的一个比例，他肯定一大一小，对吧？但是成年人呢，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你别区别特别大。这个人画出来特别的大，这个人画出来人特别的小，这个都不对。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要看别的地方，你不能只看你现在画的这个位置。电子图的脑袋看不到，哪一张你看不到？左边这个你看不到吗？这个位置应该是能看到的啊，这边这个位置就这个脑袋，咱画的是他现在。不知道我们刚才那位同学是叫安静，安静二，安静117是吧？这个应该是能看到的啊，我们是肯定是看不清楚的，老师也看不清楚啊，对吧？好，我们简单的去画一下啊，永远都是看一个大型，你别看一个整体，你看不到什啊，你别看一个细节，你看不到什么细节之类的。也是把脸给它突出啊，把脸突出，把头发呢给它弱化，这个造型是这样的一个风格跟技法。啊，这个造型练多长时间？老师已经记不住了，对吧？我们一直在画，就相当于一直在练，就这么着啊，没有那么的神奇和玄乎的一些东西，画画。你方法你都知道了，学会了，你不去练习，不去画的话，其实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那个，差点意思。待会儿我坐下来勾就行了，他这个肩膀，对吧？加上去。下边这个呢，生造就可以了。我生造呢，其实也是参照的我们其他的一些素材，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画的时候，你就参照它就可以，就它就行。老师是三个人对吧？不是，还有一个老人，咱待会儿再去画，好吧？咱待会儿再去画啊。老师意思是两张照片合并起来画的。你说哪两张照片？我是所有的照片，一共是四个图片，我们把它穿插在一块儿去画的啊。这个人咱就画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最右边啊，这个画面呢最左边呢还有点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主要是用来画一些配景的，还有墙壁之类的，咱最后再去加啊。咱先把这个大型先给它起出来。最右边呢是一个老人。啊，我们双手合十呢，有点这种啊，很虔诚的一个啊礼拜的这么一个感觉，对吧？他在朝圣的路上，来稍微等。老师1米8对吗？老师1米5啊，老师个很矮啊，1米5。来，咱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在这儿，这个老人你可以画矮一点，画矮一点啊。咱看一下这个老人的一个形象。老人呢是侧脸儿，那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侧脸儿挺好画呀，对吧？老师我。挺简单的，我觉得侧脸你试一下，侧脸不好画。第一点，在这个位置，头的大小呢也跟我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对比跟参照。因为他没露出来，所以呢咱没给他画的很明显。我们再看一下最左边这个啊，老师只合起来看一眼，大小差不多就行。造型看什么呢？我们起型的时候就是看一个大体的感觉，
你也不用管什么细节之类的，没有这么多的繁琐的东西。这里边我们就不再画了啊，下边这个东西都特别的简单。找一下，最重要是前边这个胳膊。这个呢，稍微高一点点儿。这个手呢，也是画一个大感觉啊。这个手咱先给它画出来，这边这个手，手跟脸作为参照跟对比就可以了。鼻梁稍微小一点，画一下。这么一个造型，侧脸，侧脸的这个外轮廓呢不是特别好找，但是呢，你把这个眉弓是吧，鼻子、下巴这些地方给它找到。这个老人呢，稍微的有一点这个短，中庭这个位置，一般老人这个位置会比较长一点，其实。还有点地包天这种感觉啊，这个老人好，把侧脸给他找到，先给他切出来，是吧？这个眉弓位置给他找一找，这些地方是吧？老人的感觉他不就出来了吗？慢慢的，好了，基本上行，就写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啊。头发的位置找一找，咱看一下最左边，最左边。你看一下我们这个高低的一个感觉，你可以随着你的画面去决定，挪一下位置，纸有点大，对，4尺的，咱今天画一个4尺的啊。老师用的是啊，还是这个问题啊，是弹条。老人就是一个轮廓，对，侧脸的外轮廓，能画完，能画完。这也是可以画完的啊，咱们这儿挪一下位置。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墙后边这个墙，这个墙呢其实啊，我们看一下当地的一些像经幡呐这些地方，对不对啊？经幡做的彩旗，这里边有这个东西，长什么样？我呢，咱课下的时候啊，你们自己呢去搜一搜一些相关的素材，咱看一看。这个呢，我们还是以这个人像的展现为主。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老师今天现在给你找也行。需要吗？需要看吗？应该不需要了啊。咱看一下这个墙，墙在这个位置，从上往下来，你别跟它挨着，低一点，横着有一个面儿。有几个圆，然后这边呢有几个侧边的一个线条，组成这些密密麻麻的一些撑起来的，在画面之外这个造型。然后上边呢有一些旗，彩旗的一个造型。这个彩旗呢普遍是这种啊长方形的，但是你画的时候呢，由于它们在这里边呢来来回回的去飘动，对吧？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这个角度就不千变万化了。对吧？你画的时候呢，稍微的放松一点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配景，咱画的时候啊，用了多长时间才起得准？前提是你用了多大的心血去练这个东西。我说1年、2年、1个月、2个月、1周、2周，对不对？那你在1周跟2周的时间，每个人用的时间跟精力不一样，所以说你们用的这个造型能力一个建立也是不同的，是吧？好。咱们接下来呢，拿这个毛笔勾勒一下，好吧？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从左往右，从左往右来，这是一个朝圣的一个队伍，咱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吧？从左往右，咱看一下啊，老师呢缓慢的去移动一下，基本上呢，咱们这个头顶往上还有大约呢有一个手掌的位置，你看一下，留点缝隙，对吧？有1尺的位置啊。啊，不是一尺，就是有一个手掌的位置。你看一下啊，由左往右，所以说上边呢基本上都是这么着，
就说那个老人控的稍微多一点，咱主要看我们人物就可以了。稍微等，来，咱移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起型的一个感觉，就写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自个儿画画呢，你要是有把握，你起的再简单再开阔；你没有把握，你在这个旧制上，你再往里边去画啊，你画鼻子、眼睛、嘴巴都把它画出来，你再去勾，好吧？那老师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没有去把它完全的都给它画得很细致，找个大型就行了。我们因为我们待会儿勾的话，我待会儿勾，基本上也就不是按完全照这个东西去画了啊。老师的什么？哎呀，老师看不见了，实在是抱歉啊，不好意思啊，老师真看不见大家留言，这个屏幕离我比之前要远很多很多，看不到了啊，来看一下这个大致的感觉。好，我们开始勾，咱开始勾形啊，勾形，咱稍微等啊。老师拿毛笔啊，老师拿毛笔，咱先画这个最主要的，是吧？最主要就是这个小孩跟这个中年妇女，他俩。都是稍微次要的啊，左右两边，中间呢是画眼，你包括这个小孩也把它弱化处理，用速写笔法啊。来，我老师稍微等等大家，那么十几秒钟，好吧？然后我看一下同学们的问题，你们现在有什么想问的、疑惑的，你现在都可以问我，好吧？这个速写是什么就不要问了，速写是什么咱们自己查一下就可以了，对吧？就是快速的给它写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来，稍微等啊，老师待会儿看一看啊。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已经露了好多次脸了，是吧？这幅画两节课能画完吗？可以画完。老师的纸很厚，老师的纸不厚，老师的纸就是我们那个。官方商城那个敬亭山的那个纸，书画纸，不是之前画那个什么京剧啊、那些戏曲啊那些纸了，比那个纸要差一些。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老师没有带那个纸，所以说我就随手抄了一张纸来用。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咱们画一些，就是画一些就是这种比较简单技法的一些人物，不需要追求特别贵的纸。老师的纸是竖着还是横着的？咱是横着的啊。这个范画呢，我们看一看，好吧？课前的时候你可以先去群里看一看，好吧？炭条要啥型号的？老师之前给大家说过了，我们看一下之前的回放，好吧？什么型号你都有，买那么一盒就行了啊。好，我们调墨色，咱们开始画。首先呢，你直接拿这个中号的狼毫笔。我们今天呢准备的墨跟碟子之外呢，准备了那么大、中、小三个型号的狼毫笔就可以了。这个小笔呢，其实就是一个小楷。这个小笔是不知道哪位老师扔到垃圾桶里边，老师就捡回来用的。其实笔已经估计他已经很嫌弃了，但是呢，老师就捡起来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挑剔啊，咱不用计较这个东西。来，我们拿出来一支毛笔啊，我们去画一下啊。以速写的笔法去入画，画的时候呢，当然要稍微的爽快、干脆利落一点。尤其是头发的这些位置，你们画的时候呢，咱们画的时候啊，就是要稍微的快一点了啊。咱们找大型，不找里边那些小脏辫，一个一个去抠那个细节，没这个必要。调墨色也就不让大家看了，都是一些常规的操作。别太重就行。那我们呢，用直线的一个形式去画，就是直来直去的一个线条，好吧？大家稍微等啊，老师调一下。哎呦，调一下老师的这个画面跟镜头，让我呢也能看到大家的一个画面，好吧？稍微等啊，稍微等，我得坐着画，因为形已经起的差不多了啊。不会再跑多远了，这个形儿 对你已经错过好多节课了。来，尺幅画小点可以呀、啊，咱们是四尺整张，你同比例的缩小或放大都行。你想画个60的、80的、张二的都可以，好吧？啊，对，
老师今天也喝了某位同学给我送的一个茶，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啊！这不是节俭，是我们很多时候你画画呢，这个手很重要，这个笔不重要，这个笔真不重要。那咱画一下啊。从他的头衔开始勾，你先画五官也一样，没什么区别啊。最上面，搓一下。用笔呢也是有粗有细，不必计较说老师我这个用笔跟我们以前有什么区别？有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感觉更简单了，更简洁了，其他的没啥区别，没啥区别。对，我们还是要看一个大型。稍微粗一点，变成一个面儿了，看到没有？然后呢，这个地方有虚有实，小碎发不用管。这个地方呢，虚的处理，这是我们这个脸的眉，这个额头这个位置，慢慢的给它处理一下。这个时候你不用看我们的一个。这个画面啊，就是我们之前起学那画面。待会儿你画，肯定我就要开始变了，到鬓角。我现在画到这儿，我已经预想到我待会儿我就要开始变这个形了，就不按这个画了。这个事情得给它拉长一点，往下边来。我画眉毛啊，我就按照我的节奏去画了，我是不按照我们一些常规操作来了就啊。你看，眉弓得往上移了，对吧？稍微虚一点，我拉近点镜头吧，好吧？有同学可能需要看一个细节，老师稍微的把镜头给大家放大一个细节，咱看看啊。就像我刚开始坐着起形，你看这个形其实就起错了啊，其实就起错了，起大了，对吧？现在呢，我不按照这个形去画。开始呢，去慢慢的往里面去移动，一样。大家稍微等啊，我这屏幕有点倒了，让大家见笑了，屏幕倒了，稍微等。这个桌子实在是太，这个桌子让我有点捉襟见肘啊。往前一点，这样老师呢能看到。抱歉啊，抱歉，又打断了大家的一个节奏。来，咱们去画吧啊，画。虚实浓淡呢，比较的靠这个线跟面儿去给它区分开。你包括这个眉毛啊，这跟以往相比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对吧？轻一点，中下去，用笔比较的粗中显细，这么一个感觉。看一下啊，再往下来。这个面儿呢，就是一个比较的虚的，所以说你不能从上往下，像我们以前画画一样，一根线勾下来，这个不对。看一下它的一个三庭的一个位置跟大小，你得把控好啊。小孩就小孩的一个位置，再往上一点。照片呢，我们就不用去看那么细致了。眼角的位置给他找到，小孩的眼睛啊，这还不是小孩，少年了，少女，对吧？眼睛你稍微画的宽一点，会显得比较的天真啊。人的眼睛很窄呢，会显得这个人很精明。直接给他压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把这个吸水纸拿过来，都够不到了啊，把话筒也降下来，大家听不到老师说话了都。今天就是一个不断调整设备的过程，希望大家见谅啊。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啊。老师又要中断一下，我不知道谁把空调关了，待会儿我会担心会很冷。
能不能等大盘十几秒钟？我出去把空调再打开，好吧？也不知道谁那么的积极省电啊，把空调给我关了啊。好吧，等我一会儿，可以吗？可以啊，OK 啊，等我一会儿，等我十几秒钟，谁那么闲呀？好了，老师又回来了啊！老师又回来了，是这个事儿啊！来，咱继续画啊，继续画，写墨蝶也让大家看到啊！大家稍微等，我叠一张纸垫一下啊！来，咱垫一下啊，真别真的给它搞砸了，是吧？就前功尽弃了，就。之前我上这个写生课的时候啊，我们就边聊天吧，好吧，画画还是得这么一个状态比较放松。之前我呢，这个上这个写生课的时候是在一个大的直播间，那个直播间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回音太大了啊，屋子挺大的，有回音不太好。往下边，粗笔，看调拨和用笔，好吧。找找这个眼神处理，线条感觉出来了，对吧？眼睛的位置在这儿，找一下。用粗笔去画，你别拿那个细笔去描了，这个东西呢就有点不太合适。眼睛呢也没那么大，稍微重一点点。上面给它压一下。眼神的刻画呢，重要也没有说那么的重要，但这个小孩很重要。高光呢，留在我们的右上角就可以了。所有的最开始我们用毛笔啊，用那个炭条勾线的一个痕迹呢，我们最后啊，勾完线之后再去统一的去擦它就可以了。由于时间关系，对吧？刚才有同学说：“老师，这么大画你能画完吗？”能画完，但是画的会稍微的糙一点。但是细节我们该画细致就细致，面部是我们要着重去塑造的地方，一定要记住啊。用干笔。这个地方稍微重一点，对吧？好，往下面来。什么近可以显得天，是眼间距宽一点而显得天真，你近的话显得精明，好吧？听清楚啊，听清楚，这位可爱的同学，往下面。眉弓给他画一下，往这儿来。腮部稍微重一点，人中，对，老师的嗓子还没好利索，所以说我也不敢说太多的话，太大的声音，能听清就是，好吧，那挑着这个墨，稍微重一点点，这个时候需要点重墨啊，
哪里该重，哪里该轻，其实这个东西不用大胖老师再多说了。这样下来，人中重来一点儿，这个位置在这儿。你看，我已经开始不按照我刚开始起旋那个痕迹去画了，对吧？嘴角，下巴，厚度感给它体现出来啊，厚度感，这儿给它画一画，对吧？悄悄画是吧？我知道，丹凤老师，你别说话，我就想看你画是吧？那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位置重一点儿，这个地方稍微的虚一点，虚一点，一点位置，好，这个地方稍微往上边，稍微的紧一下啊，稍微的紧一带一带。上嘴唇还是一样，我不喜欢去把它勾出来，最多在嘴角这个位置给它稍微的引，稍微的带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啊，墨色调淡一点，下颌角稍微往上收一收，变了，变小了，对吧？耳珠可画可不画啊，稍微调点墨，重一点。把这儿给它加重，这时候你可以用你这个干笔到这儿收起来的，应该是啊，还把眼睛盖住了一点儿，咱盖一下啊，盖一下。别太直接，就是你别一下笔特别的重，从头到尾。它是有一个虚实的变化的，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啊。调点墨色，鬓角这儿加重。这里边有个虚积的过程，然后呢，耳朵的耳垂，老师看一下啊，在这个位置，勾一勾就行。把头发给它戴上去啊。接上来。它应该还是有辫子的，咱没给它画出来，照片看不太出来，我就给它临时加了一下，要不然像个小男孩一样，本身他就长得像一个小男孩，对吧？
那边的人呢，就是有点女生男相，开始交代的很比较粗糙了，是吧？这儿重一点，把耳垂这儿压下去。这个耳珠我就不画了，有点太跳了，这个位置啊。直接去收，再往上挪下位置，再往下来。这个呢，颜色呢还是半浓不淡的一个感觉。以速写的笔法入画，要快一些，不再像我们传统的人物画交代的呢，比较的过于明确，对吧？再往下来，还是得开空调。我担心待会儿啊，这个空调关了之后变冷了，达芙老师这个比较的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啊，可能就发挥不出来了，就太冷了，手撑不开了，对吧？好，这个位置呢，你给它再加上去一点，修饰一下，往上面挪一下位置。应该是看不到了，对吧？咱得往回收一收了，往回收一收啊！老师，你这个头发为什么不涂黑呢？咱等一等，待会儿再看一看，需不需要涂黑？好吧。墨稿给它做足点儿，颧骨呢是要靠染的。小孩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骨骼，这些东西啊，往下边来，小脏辫儿，来几笔就行了啊。再往下。老师，请问怎样在人群中找重点的刻画？哪一个最吸引你？你想突出哪一个地方，我就把它哪个地方突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那咱往下边继续画。你比方说，这个人物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吸引你，但是你也得看那个位置适不适合。这个画，这个位置还蛮适合往下边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感觉。我看一下啊。前胸贴后背，干笔，再去画。往下边呢，我看一下还能不能看得到，看不到的话，老师就只能看一个大的感觉了啊。这个地方，要不然我们就看不到了，对吧？这儿就有点画高了，其实，我们就要灵活的去调整一下。这个地方给它稍微加重一点儿，看一下这个，哎呦，话筒露出来了啊，稍微等，看一下他的一个肩膀跟他的一个胳膊之间的一个比例。你别从这儿到细，过渡的很突兀也不行。我转动一下位置啊，我转动一下位置，手得给它加长一点啊，分叉一下，带过来。后边这个呢，稍微给它画大点吧。
钢笔擦一擦。小辫儿一些小细节，勾一勾。这个位置呢，还是要给它稍微的有粗有细，过渡一下才可以啊。好，收一收这个小脸儿，手呢也是刻画的相对来说是细，但总体上风格还是比较粗的。照片看起来像小男孩，老师，终于还原了。好吧，你是在夸我吗？都可以，但凡老师能听得进，任何的建议 和夸赞啊，和夸赞，宠辱不惊，好坏都收。到这儿来啊。画手呢，还是墨色稍微的偏湿一点儿、淡一点点儿，其实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大变化这个位置，手跟脸作为一个参照跟对比，别画太大。哟，手上还戴戒指呢，他不，咱不画出来了啊。手上这个戒指咱就不画出来了。别画太大。好，往上边呢，我们也不着急画啊。老师呢，看一下刚才那个小孩儿一些细节，我们墨色干了之后。它就会有点发灰，有点发灰，这是我们瓶装墨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纸的原因，它毕竟是这个书画纸，没有那么的好，但是足够用了，至少它没那么的阴，对吧？我们官网的商城的上面一些东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适合你们，适合大家现在用。那永远都是看了一个大感觉，而不是说我就顶盯这些小脏辫儿去看，对吧？没有，整体上还是留这个白。头发不是把它画黑，它就对，它就适合。你得看什么风格，这个风格就是给它留出来，也是凸显一定的光影吧。下面这还有一点儿，对吧？这儿给它接上一点儿。这一块给它接上 好，差不多。那咱看一下这边啊，这边呢，咱还是先画脸，先画脸，眉眼之间的那个感觉，咱们待会儿再去加。你看上眼睑还得再加重，对吧？等等，我们待会儿把所有的人画完之后统一再加。我们调一下位置啊，这个时候需要，大家稍微等啊。上面这个地方，这个大人。大脸，咱再画一下。大人的脸呢，要比小孩脸稍微大一点点儿，稍微大一点就行。再往下边挪一下位置，咱看能看见吗？啊，第二遍画头发是等半干还是全干？半干、全干都不碍事。你半干的话呢，你就直接画了；全干的话呢，你笔啊，在添墨的时候水分别太干就行。啊，这个东西呢。它是允许有这个笔误，或者说有错笔的，你可以去改，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画工笔，你一笔下去之后不能改了，这个还倒没有。来，上面这个女的，咱画一下啊，衣服咱就先不看，主要看她的一个五官，挺囧的，对吧？注意一下啊，先干一点毛笔，
墨色呢先淡一点，笔搓揉一下，别太齐了，就眉低一点，三庭的位置，额头还挺大。在这儿 然后呢，鼻子这个位置这儿比较重，他们鼻子都好大呀，是吧？都很大啊，鼻子都很大，低一点位置，鼻子很大，你就可以把它夸张它。对吧？给它放大，然后呢，你别超这个光线，所有光线你都不要超。什么叫光线？你看这个鼻子的底端，这个光线你就不要超它。看结构，鼻翼两边的结构，你得给它画出来。眼睛蛮小的，是吧？眼睛蛮小的，在这个位置，眼间距的一个感觉。稍微重一点。老师呢是坐着画的，可能待会儿画错了，你们不要笑话我啊。再往这儿来。稍微重一点，还没画出来眼睛，你先把这个东西给它画出来。眼睛呢，我就直接点点儿，但是点点儿你点位置点的好，虚实浓淡控制好，一样。在这儿，控制一下啊，这个地方在这儿。哎，它是有点内双，我看了一下啊，它有点内双的一个感觉，其实。稍微调整一下。找一找。啊，大潘老师的速写肯定很惨，什么意思啊？哦，不好意思啊，很棒是吧？好了，我还是不看大家的留言了，容易让大家笑话啊，很惨。不说了，不说了，很惨，都能看成这个字儿了啊！我以为又有人来找我，又有人来跟我开玩笑呢。找一找啊，不说了，不说了，还是不看了，老师看容易看花眼，真的是啊。这个眉尾啊，它是有点这个眉毛挺少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啊，还是要稍微干一点，两边。但是你不能没有啊，你不能没有，你眉弓这些地方你得给它体现出来，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眼睛的下边，轻一点。带过来。好野同学，大潘老师，你一定要自信一点儿。好，听你的。其实我挺自信的，有的时候是故意跟你们开玩笑。来，再往下边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啊，画这儿呢，你就要想到我们这个脸型了，这个位置你得注意到了啊，笔不要再添墨了。直接一笔墨下来，待会儿去画啊。哦，笔太干了，加点水。对，我有点近视，自从跟大家当老师画画之后，我就发现在这儿近视很厉害。你之前那十几年画画都没近视，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给大家画画教学累的，真的是这样的。天天对着电脑屏幕，以前我们画画哪还用电脑啊，对不对？就注意去写生了，去画了就。找一找这个点儿就可以了啊。该种你就种，该轻你就压下去。注意一下，再往这儿来。其实跟大家上课挺开心的，首先呢，大家都特别爱画画，对吧？虽然说平时我们练的少，但是爱呀，对吧？爱呀，爱就够了。让下来，稍微收一点。嘴巴挺厚的他，嘴巴挺厚的，人中呢，给他稍微的提一下。这个人中短，你看见没？对吧？人中有点短，嘴巴厚，所以说我们给他画出这个特点来。我们边画也在边观察了，这个造型就开始变了。有的同学就非得喜欢把这个线条全给他擦掉，你别受这个影响，大家不要受这个影响。往这儿来。哎呦，就是你喜欢那种风格，是吧？那你喜欢就可以啊，生怕大家不喜欢。啊，老师，你画的太粗糙了，能不能画的稍微的写意？能不能画的稍微的精细一点啊？担心这个东西啊，你们喜欢就好啊。收一下，因为它们之间它不是一个硬去拼凑起来的啊，这个透视你得稍微给它调整一下。这个妇女的，她的下巴挺大的，说实在话。挺大的下巴啊，宽下巴。但是你也不能把它画的太大，这个地方往下低一点。有侧脸啊，你不能画一个纯正，就是你这个侧面你得有，你得有，不能没有啊。这个耳珠你可以待会儿给它画一下，画一下。脸挺宽的啊，然后头发我看一下啊，在这儿呢。画一下 这个颧骨得有，成年人了，稍微擦一下就可以了，擦一下就可以了啊。这女人是哇脸，哎呦，咱说话得注意点啊，同学们，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有涵养的人，好吧？这个女人是长脸，然后呢，鼻梁有点哇，说的精准一点，这样呢，我们也方便我们自己啊，平时画画的时候啊，也能够很快的找到她的一个特点。对吧？你说呢？是吧？哎，那带来哇脸，就像我当时画那个素木羊图，有的同学直接说老师他是斜拔子脸，哎呦，咱私底下这么说就可以了啊。哎，上面这个位置高一点，在这儿找到，往下挪一下位置，可能大家看不到了啊，稍微挪一下位置，这个形就得变了，对吧？稍微切一下，然后呢，这边他是没有头发的，我们在这儿呢画一下他的耳珠，高一点，因为这一面要不然显得太平了。好在他的照片也是这样，啊，跟我想的倒是挺像的。这边这个地方给它加上一个脖颈，加过来，也有一些呢装饰的一些珠饰，是吧？那边这边这边
那边这些东西倒是还挺常见的，我发现，也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嘛，对吧？小朋友就是圆鼓脸，老师这个人上挺短，中挺长，和照片很像。小时候画爱画圆头，每天被大人逼着读书。哎呀，这个中国的家长们还得改变一下这个思想，对吧？画画它还是很有前途的。你像我现在坐在这儿教你们的画画，对不对？教大家去画画去学习，都前途呀，对不对？收获了这么多喜爱我的一些同学们。啊，我觉得就挺好的，挺开心的，还能赚钱，是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地方往这儿来，就得调整一下了。这儿切一下，再过。老师，这儿有个叉号，你不用担心，我一擦就没了，看不出来出来了就啊。把脸放大，缩小一点。这个所谓的一个速写入画，说白了就是一个以操笔入画，找大感觉，找大形。耳朵在这儿呢啊，耳珠，对吧？这样下来，主要是还是因为大鹏老师离这个镜头远，我也只是看一个大的感觉，要不然的话我也看不清楚，对吧？看不清有看不清的一个好处。你看得特别清楚，尤其是我们初学者，可能就很容易盯这个细节去看，他容易就是注意不到我们真正的一个需要注意到的一个地方。这重一点，重一点啊，该加重加重，该轻就轻。该轻就轻，该重就重。眼睛给他找到啊，小眼神给他找到，往里面切一下，这是眉弓嘛，对吧？上面走一走，好，下边这个衣服咱就放开了去画就可以了，照着我们另外一个衣服去画，就上面那个衣服，上面那个绿挂那个衣服，看一下啊，老师。你还没有配眼镜吗？老师不太喜欢配眼镜，配眼镜晕，不戴眼镜又看不见，真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没关系，其实老师呢，教学这方面不受影响的，大家不用担心我翻车，翻车的你们也不能笑话我啊，就是装作看不见的样子。这边调整一下啊，往这收一收。好，往下边看我们的衣服啊，看衣服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衣服这个地方呢，我们还要去画他的一个小孩嘛，对吧？怀中的一个小孩，看看，哟，8点半了，咱把这两个小孩，大人勾完就不错了啊，咱下节课再勾，一样啊。好了好了，咱先不说了，咱去画吧，去画，来，看一看啊。起型，大家能起多慢就起多慢，您别起太快，一开始，好吧？这个位置呢，我们把这个领口给它画出来，不用淡墨，就是浓淡干湿啥都有，稍微找一找啊，在这儿呢，能看清楚我怎么调墨的，对吧？啊，能看到就行啊，哪里该重哪里该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能看出来了。看一下这个位置跟角度，重一点。墨色别用尽了，这地方有这个皮毛。散风，这后边有这个头发，我们也是啊，稍微用点这个重墨给它画一画。这个人物呢，明显要比他待会儿画的时候啊，我们可能画不了了。今天咱下节课画一样，染色这个画特别简单，
染色特别简单。画他呢，比他们俩都要稍微的细致一些，整个人物的面部的塑造啊。勾勒一下，后背呢，咱别把它画驼背了，更别把它画平了。勾勒一下，还有东西。老师，无论是画山水还是人物，还是花鸟，用笔的笔锋扁平，随意画出来却能有。啊，我看不到了后边的啊，看不清楚了已经，咱往下边去画吧。其实就是一个轻重，你把它把控好就可以了。尤其是画现代人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你就不能像以前我们传统，你看，这么去勾，对吧？这个小细线，那就跟这个风格都不搭，你得稍微的粗一点。带一下，像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人物老师都能画，都很简单，其实，稍微顺擦一下这个质感啊，扎暗部，看一下下边，下边这个大皮袄挺重要的，小细节啊，这里边就不画，画重要的。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地方笔呢就别太干了啊，笔呢就别太干了，稍微湿一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地方，是吧？袖子啊扎在里边的。然后老师呢把画面往回收一收，咱看一个整体。然后我们把画面往上边挪一点，咱看下边这个位置，好吧？大家稍微等，老师又得挪这个纸了，哎呦。老师现在张开双臂，像一个小企鹅似的，就是往下挪一下位置。咱看一下啊，稍微重一点这个墨色。下边这个呢，我们参照一下这个照片，去勾一下就可以了。还是找外形啊，你不用去找里边这些小的细节什么的，不用。勾一下，这样下。横纹儿，稍微有点平了，对吧？那我们就得给它破一下，勾一勾，有疏有密啊，注意一下，什么叫疏，什么叫密？我们画这一点，待会儿一看就是密。这是银饰，应该是，对吧？这一块就很重，我也是一个比较的主观塑造的，我要待会儿要把这个手跟袖子托起来，对吧？你得把这个地方压下去才可以。好，这样呢，这个人物啊，这个造型就给它简单的画出来了。咱把这个小孩给他加一下，小孩呢，这个小男孩不是重点，你别把这个男孩画的特别的漂亮，是吧？很精致，你抢了他的风头，他是最大，他其次，然后是他。然后是老人，后边才是这些什么经幡做的那个小锦旗，啊，这个地方呢，咱从上往下来直接铺出来，大面儿去铺一下，把毛笔刷下来就可以了。对的，是的，是的啊，是这个头发啊，是这个头发呢，是这个衣服包这个小孩儿。你再怎么去刷去动它，哎，你也得照顾这个头型，得准才对才可以。你别平了啊，这个头型。这个须臂也不是完全都是干的，
然后还都不是那种，是吧？像丝毛发那个不是啊，还有点重呢。你看下边这个人就重。他头你得跟他头做对比啊，你别真的是刷的特别小，也不好。到这儿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官，从上往下，在后边呢，眉毛稍微低一点，为什么呢？大额头嘛，对吧？大脑门嘛，眼睛闭着眼睛的感觉啊，老师把镜头拉近点，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么一个。小细节吧，因为我也是猜的啊，我也看不到这个照片里边是啥样，我就知道是这么一个透视跟角度啊。平时对于这个五官的一个理解，对吧？咱给它画出来，就这么一个东西啊，角度也变了，对吧？小孩脸的侧边稍微擦一下，这个地方有这个手。画一下，然后主观的去变动它的一个一者走势，你得跟这个地方稍微区别一下啊，稍微区别一下，在上面这个位置加上来，稍微淡一点，这儿重一点，就这个地方啊，稍微重一点，给它压下去。对吧？然后呢，我们随机给他加衣服，包在里边的这么一个感觉，这也是另外一个耳朵这个位置在这儿挡住了啊，再给它包起来。这边还不能那么平，稍微加点浓的一个重墨，给它过渡过来。这画染色有点过于简单了啊，下节课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去画完了，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造型，然后画一下这个墨稿及个别的局部塑造一下。这耳朵呢在侧边被挡住了，一点点露了一点出来，这是一个透视的一个作用。蹭一蹭，擦一擦啊，别给它画出来。小孩的睫毛特别长，对吧？你要画弓笔这个地方，你得把睫毛勾出来了，这个也就不需要。调整造型，啊，到哪边就给他画来了。这里来点干笔呀，调整笔尖，画一下，加一下。画一下，好，把镜头往回收一收，咱看一个啊，看一个大的效果，把这下边这个褶给它加重一点，别让它显得太单薄，对吧？这个一褶。把墨稿得做足它，对，这个地方也是，好，现在已经收到最顶端了啊，咱就已经看到，只能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再回过头来把刚开始画的那个小女孩这个眼睛给她稍微的加重一点，及个别的位置啊。稍微移一下，然后呢？大潘老师把这个镜头呢再拉近一点，咱调整这个小的细节啊。嗯，很近了，对吧？调一下焦距。哎呀，老师要提前画效果图吗？
哦，你说你要画这么一个东西，需不需要提前设计一下，是吧？最好是需要设计一下。这个效果图分为墨稿跟色稿，比如说我们自己搞创作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设计出来这么一个线稿造型，就是像画速写、是画素描似的啊，你给它画出来。然后呢，色稿用大的颜色铺一下，在你那个小线稿上面去铺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东西，好吧？好，不看了啊，咱往下面去画一画。这个纸干了之后就稍微有点淡了，我们需要再给它加重一点。其他这个东西呢，咱们后期啊，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再去画，好吧？再去画啊，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加重。这就叫调整细节，对吧？先整体去大胆的下笔去塑造，然后呢，我们再去调整细节，进行一个局部的深入的一个塑造，这就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的一个刻画，这么一个阶段。大家去画的时候呢，也同样是如此。我希望我们画的时候别太拘谨，画人就画这么一个细节，就在这个地方抠，不要这样啊。眉毛这个位置啊，中间你稍微重一点儿啊，两边呢你稍微淡一点儿最好。最好用干笔，这个干笔呢是笔锋散开，哎，这么去给它塑造。等干了就好，这是湿的状态下，所以显得眉毛粗，对吧？好，眼角这儿重一点，重一点，压下去就可以了。就把这个笔迹呢，由细线到粗面给它压一压就好了。你别总是就是一直在想着这个线去勾出来，不用，虚实体现出来就好。确实体现出来就好啊。眼睛这边这个地方，上边重一点，哎，这个眼神就把它能给它提出来。这边也是一样，画一下鼻子的底端，干一点，干点毛笔啊。把角度给它画一下。这是进入到一个局部的塑造的过程中，这个你不能从左往右了，你得从右往左吧，这个角度不一样了，提一下。小孩不是说他没完全没有，你有，你画的时候呢有粗细对比就可以，鼻头对比。对吧？这个地方啊，这有的地方重啊，是因为老师那个木炭条的痕迹还有。挑一下 嘴角，加重一点，嘴角一带出来就好看多了啊，就自然多了。舒服多了，其他呢都是这么一个塑造啊。你呢，你用的再重，只要不是浓墨、焦墨上去，它基本上画完之后，它你都得再去给它再去提一下才可以。我们主要是把面部给它刻画。嘴角这个地方，对吧？
大家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还有一个事情啊，老师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其他的地方呢，老师就在课下画吧，好吧，我就在课下画吧，画完之后呢，咱下一课呢，教大家画这个染色，当然那个经幡啊、墙壁啊这些东西我就不再画了，好吧，咱在课上再给大家示范，其他这个东西都跟这个是重复的，类似的技法，没什么区别，其实都是先总体再局部，慢慢往里面去塑造。当然，老师也是听大家的一个意见。你们不愿意画，我再给你课上画，咱大不了再拖点堂，是吧？担心画不完，技法都一样，其实没什么特别大区别。这样还能让大家看最终完整的一个效果。染完颜色之后，老师你不要在下面画，好，听大家的啊。你们愿意，咱们就怎么来，好吧？把画面往回收一收，咱看一下啊。对，他们的颧骨都比较高，我们都喜欢看你画，好吧。那老师在课上画吧，啊，今天肯定是画不完，把这些所有人都全部都画一遍，画不完，咱下一课再去画吧啊。这地方稍微给它重一点。好，提出来就好了啊。再往下边来，哎呦，这个地方加重一点，加重一点，这也是，但是这里边的一些小线呢，咱就不加重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加重之后呢，把这个形体感带的呢更加的显得完整一点，不会显得特别的琐碎了，是吧？他们的颧骨相对会高一点，小孩子你不能太高啊，小孩子你别太高了啊，这地方得重一点。再往下来，挨个给它调整一下啊，调整到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程度。其实也就是把墨稿做足的这么一个过程。墨稿做足了之后呢，你再去染色啊，就是水到渠成了，没什么难度了就。好，你们是真不担心我累啊？其实我们老师们自己平时画画，跟在镜头之下去画画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水平的体现也完全不一样。你们自己想象一下，是吧？头顶这么多的机器啊，话筒、摄像头啊，摄像机应该很大一个摄像机，然后这么大的灯光照着，那个状态肯定不一样。我们老师们自己画画的时候，肯定要比现在画画要好很多很多。其实，好，咱再往下边来，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课上画吧，下节课啊，继续往下边去画。这地方是可以复勾的，再加重一下，对吧？让它显得更立体一点。但是这个立体也是一线造型，什么叫一线造型？这不就是线条吗？是吧？好野。你别说的这么的那个啊，给大木老师上纲上线，只是问问你们的意见，对吧？你们想让老师在课上画，把后边都给他画完了，对吧？咱就在课上画。打扰事情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对吧？特别幸福，尤其是跟大家一块聊天，是吧？有很多很欢乐的事情出现啊。咱再往下边来看啊，这个地方给它加重一点儿。提一下，瓶装墨汁啊，除非买那个玄宗的，就以前给大家推荐那个玄宗的，这种一般的它就是这样，啊，画完之后会稍微的淡一点、浅一点，没那么显得重，
另一方面跟这个纸也有关系，跟毛笔没关系，跟笔、跟这个墨、跟纸有关系的，可以画多一个人，今天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平安夜，对吧？不能太晚回家，不太安全，我怕被圣诞老人逮走了。这个头发下边给它慢慢加重一点，大家放心，2节课其实能把它画完的。只不过今天呢，在课前的时候跟大家去讲了一些别的东西，占了半个多小时，对吧？之前是一节课画墨稿，一节课染色，然后呢又给大家讲点别的，一样，只不过把第二节课那个内容给它提前了罢了，对吧？这个头发给它稍微加重一点，而且我今天也是稍微放慢点速度去画。因为画了一个植物园不太适应，也是坐着去画，这样的话呢又容易这个出现一些其他问题。所以得稳着点，大家也是一样，我们自己画画也是这样，画的时候宁愿慢，别太着急，啊，画特别快，很着急。本来我们的体型、我们的造型能力现在还没达到一些程度的话，我们特别着急去画的话，那很容易就是。画了这个出入就很大。等我们造型能力强了之后，我们再去画快一点，好吧？生日快乐呀！今天是我生日，哎呦，那同学们，我们一起祝这位叫做王春超同学生日快乐，好不好？那同学们一起给他唱一个这个生日快乐歌吧，好吧？哎呀，再往下边来。我终于没念错同学的名字啊！看一下，这个人耳朵在这个位置，对吧？再往这儿来，下边给它加重一点，提一下啊。打发老师不需要小美女。其实今天晚上跟大家上课，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对吧？要是上体验课，哎妈的，13400，高的时候我记得我上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有一次是17000多人，对吧？人太多了，大家刷的问题我根本就看不到，其实好多问题，怎么可能看得过来呢？刷一下。当然有人给他过生日了，人家只是今天大鹏老师上课来听课，对不对？多给我面子呀，是吧？好，这个苗这儿稍微加重点啊，这儿重一点点，这儿也重一点再往下来，重一点，又把之前这个墨笔的这个稿子呢，在极个别地方啊，暗部该加重加重一点就可以了。像眼神的刻画呢，不是说我们像以前那种把它勾出来，然后再去染，对吧？不是这样，眼角的部位给它加重一点。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也别太重，就是鼻梁的这个位置。靠我们用笔的一个虚实变化去灵活的对待它，而不是说我们的毛笔是吧？是刷子还是尖？淡一点。细节进行塑造，啊，把这个淡墨搓一搓啊，干笔。即使不是淡墨的话，你用这个力度非常轻的，也一样能给它表现出来。
好了，想，颧骨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光影，对吧？咱也给它稍微带一下，不必给它画的，就是说特别的明确，也没有必要。对，发展的挺快的，是吧？咱们这些老师们也发展的挺快的，我们很多优秀的老师，年轻的老师都冒出来了，是吧？好，再往下来。今天晚上是哪位老师在上体验课呀？大家应该都去听了，对吧？现在应该还没下课呢。再往这儿来。可以往下边一点。还是郝野同学情商高呀，机灵啊，呵呵，给大家挖了一个坑，有同学往里边跳了啊，爱同学就跳了是吧？老师，我两个都穿插的听啊，你出去啊！以后咱们老师政治课我是不希望你们去听这个体验课的。其实体验课啊，太简单了，体验课太简单了，而且呢，也不是成体系。其实，当我们真正学好了这个政治课之后，你们自己更愿意去临摹你们愿意喜欢临摹的一些作品。自个儿去画，不再去听体验课那种特别简单的东西了。稍微的提一下，啊，是青柠老师在上课是吧？画花鸟应该是啊，他基本上都画花鸟，青老师的花鸟画的挺好啊。再往下边来。收一收，由于它是一个藏民，所以说咱们用墨呢，淡墨啊，干笔扫一扫，把这个啊额头的一个球面感给它画出来。如果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汉人啊，包括一个长相比较温婉的一点的一个女性，你就不能拿这个淡墨去画，你用赭墨啊，用颜色去塑造它。记住了啊。画像 我看一下啊，18000多人在听啊，红和鸟，桃和鸟，红和鸟，桃和鸟，哎呦，那现在是人最多的时候了，对吧？18000多人应该是近期人比较多的时候了啊。一下，其实刚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我是呢，希望你们什么课都去学，什么课都去听。但是你慢慢越往后，你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的。其实，啊，每个人的喜好、观念啊、观点啊，它都不一样，对吧？好，基本上呢，这一块算是差不多了啊。咱再往下边看一下这个小孩儿。加重一点 往下来。挪一下位置。衣服呢？刚才呢，加重之后发现还是有点太淡了啊，还是有点太淡了。再给他提一下，对，以后可能会破10万，
是的啊。和手给它加重一点。调点周末。再去给它覆盖一下。什么不会变吗？你说写生课的老师会不会不是我了，是吧？这个不好说，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要是再这么带下去的话，我的嗓子会那个掉的，得歇一歇，歇段时间再带带课，对吧？歇段时间再带带课，其实一样。哪个老师上课他不是上呀，对吧？因为我们都是画了大纲这个东西，按大纲教学。稍微给它加重一点啊，多喝水。你得亏了没说大鹏老师喝点热水，就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个段子，是吧？这个女朋友或爱人，对吧？更就那个是吧？啊，你多喝水，是吧？这个年轻人大家都懂这个梗，但是我知道你是对我是好心的啊。来，咱往下边这儿加重一点儿，再过来，这地方可以给它重一点啊。重一点，有轻有重，这是进行到一个局部的细节的一个塑造的过程中。对，是干了以后，我干了以后我看着不行，我再去加的呀，对吧？你要是干了以后，你这个东西你行了，你就不加，明白了吧？因为有的同学可能用的特别好的纸，特别好的墨，他就不像我这样再去做了。下边这个啊，稍微的擦一下。这些感觉就慢慢出来了，对吧？这就是利用我们山水画中的一个皴擦嘛。但是你别抄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你要去抄它的话，那你费劲了。有那么一个味道，意思就可以了啊。哦，好了，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咱看一下一个大体上的感觉吧，好吧，画这两个人。这是我们这张画呢，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跟地方。我们主要是把这三个人给他画到位，这三人给他画到位就可以了。这个人跟这个老人，稍微的画的简单概括一点，你就别把那个东西画的特别细腻，尤其这个老人特别的简单，跟概括。咱下节课会给大家去完整的去画一画的，这个大家放心，好吧？那我们看一下刚才同学的问题，大家稍微等，好吧？稍微等，我看一下问题啊。刚才我发现好多同学跟我回复问题，老师呢把画面切换一下，好吧，咱把画面切换一下啊。我们去交这个作业，今天你就我画到这个位置，你要跟我画到这儿也行。你要是胆儿大的话，咱就往下边去画，把这个整个底稿都画一遍，是吧？你交上作业，早交了作业之后早点评，我们早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你们课下自个儿再画一点儿。然后下节课我再怎么去画，你再看一看。然后染完颜色，是不是我们课后再看看回放？你再去学一学，我们再去练。画画政治课就是这样，所以我历来不建议大家在课上跟着我去画，尤其是在后边这个写生这个阶段，在后半阶段这些东西啊，大画什么的啊，很难的，咱就不再跟了，咱就看看就可以了，好吧？你别着急跟我说再见啊，对不对？我看看大家的问题啊。
看看啊，咱一个一个看，好吧？学是不行了，咱以后是可以能做到的。我相信你们会画的比我还要再好，这个是一定的，是吧？啊，前浪总是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这个很正常。每天几点在上课呀？明天晚上是我的临摹课，正式课。明天没有我的体验课，星期天晚上有我的体验课。下节课什么时候上课？星期六晚上上课，星期六晚上上课啊。所以你看这一周，如果对我很了解的同学，你发现我这一周周一到周天每天晚上都上课是吧？这个是有点这个高强度了啊。画好人物画的前提是否是必须有素描基础？不需要素描基础，必须要有人体造型的基础，就是你把这个人体的结构啊、五官呐、比例啊等等，对不对？都了解清楚。我们临摹课就给大家发了一个大礼包，里边都有啊。如果你不是我这一期的学员，咱们呢后期你们到了临摹课，你们自然就能收到一个大礼包，前提是你们表现得优秀才可以啊，是吧？再看看其他问题啊，前面同学问题我再待会儿再回答，我们慢慢翻，是吧？那是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呢？对吧？你还鼓励我呢，大鹏老师，你要自信一点，你也得自信一些啊，是吧？老师，周六晚上7点，这位同学。叫做惊差不依人，你这个应该是我们刚刚加入的咱们正式课的同学啊，正式课上课都是晚上7点上课，是吧？6:50就开始直播了，已经。来，再往上边翻嘛，往上边说啊，往上边那个什么翻一下啊，咱看看大家刚才的问题，我当时都没注意看啊。我们的人物课，孟玉老师说体验课太简单，跟大妈妈老师的看法一模一样。体验课呢，一定不可能画特别难的，一是画不完，第二是我们好多都是小白同学，你没有学过正式课，你来听体验课画一个特别难的，真的是吃不消的，对吧？咱们正式课同学，正式课为主，体验课为辅，体验课为辅，就是你有感兴趣、喜欢的那个案例，你画一画，听一听就可以了，对吧？对，老师上体验课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给我捧场，对吧？咱们呢，多去维护一下正常的课堂秩序，是吧？老师这小刷子真好，又调侃我了，是吧？顽皮啊，顽皮！今天我的40米的大砍刀和小辫子，和大辫子都没带来啊，要带来你是跑不了的啊。看大班课算是过生日的，再次祝你啊，王春娇同学，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还没有走啊，能听到我的祝福。再看看啊，同学生日快乐，平安夜说平安的愿望啊，许平安的愿望，咱们一起许一个平安夜的愿望吧，是吧？大班老师也不太懂这个平安夜是什么东西啊。啊，大鹏老师，你不觉得现在是特别光荣的事情吗？你有很多学生都在学习，和将来可能成为你这样的人，你不觉得幸福吗？那我哪敢不觉得幸福和光荣啊，是吧？这些同学，你可别吓我了啊。就分像纷染吧，芬芳同学，刚才我们做的一切的工作，是一个加强深浅或者说明暗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是让它有一点点的立体感，但是这么画，你不能让它像线画一样画得太立体。这个方向就画过了啊，有一点，你毕竟是画现代的一个人物题材，对吧？你要是画的太不像也不行，不需要素描基础，你得懂一点点儿，然后把人体的结构搞清楚了就可以了啊。长得有味道是吧？对，女生男相很多啊，而且那边紫外线照射很强烈。是吧？他就让这个皮肤显得就很那个，但是最近这几代的这个西藏的同胞们，他们的肤色就很好，对吧？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以前的条件也艰苦，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藏族的青年的一些女性都很漂亮，是吧？男性呢都很帅气，蒙古族的，彝族的，土家族的，哎呦，真是帅哥美女一大堆。咱以后有这个机会条件，大鹏老师也抽时间，在后边再代课干嘛的，给大家去画画案例什么的，是吧？咱画一些美女帅哥，你们喜欢的，咱画一画，好吧？其实技法都是差不太多啊，前提得把造型先搞好了再去练，好吧？
老师画好人物画的前提是否有这个素描基础？刚才回答你了啊，咱只需要懂人体的结构就行，素描懂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把它画得很好。现在有防晒霜啊，老师想练好画现代人物的办法是什么？好野同学，好野同学，《人体结构》伯尼曼那本书你们到底看没看呀？到底有没有自己去练一练啊？对吧？就像我们自己在描这些人体的五官的结构的时候，是吧？我哪里该加重眉弓啊什么的，骨盆扎肌啊什么的，嘴角啊，对不对？你对于这个结构你不了解，我加重的目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听得一头雾水。所以我们每一个课程，你看基础完了之后是花鸟吧，花鸟完了之后是山水，山水完了之后是那个，人物，人物专项完了之后就是临摹了，里边也是，你看从山水花鸟到人物这么一路走过来，写生也是一样，对吧？花鸟山水一路这么走过来，你看我们有了前边的这些基本功之后，我们只要自己多去练啊，课下你光看的直播，课下连练都不练，就交完作业就完事儿了，对吧？那这仅仅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课下不练的话，你这一期课学完之后，你真的是就是，哎呀，这也停留在皮毛。就包括我们很多案例画的特别好的同学，你课下你自己不去自己拓展的话，对吧？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具书给你们推荐了这么多的礼包，是吧？伯里曼呐、包括我们任伯年的画册啊，这都是基础啊，对吧？一个是造型基础，一个是传统的用线的一个基础。任伯年的线条无人能及啊，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对吧？好，那今天老师，啥人体结构书啊？叫三文鱼的，三文鱼的类是吧？看不清楚那个字儿啊，三文鱼同学吧，好吧，伯里曼，你搜一下这本书，好吧，咱买那个，最便宜那个版本就够了，就够了啊。没有书，你搜索一下，推荐一下，好吧？刚才推荐给你了啊，三合一，学员还有六合一、七合一吗？哦，要不是啊。不好意思啊，是五合一学完之后还有六合一，还有七合一嘛，是吧？咱这个五合一学完之后，现阶段有这个文人画，应该是有些同学还没上的话，咱可以上那个文人画，里边也是很一个很综合的课程啊。老师，古代的人物画跟现代的人物画的主要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我们后期录播课里边都有，我们正在给大家做一个录播课，你们后期应该是可以听得到的。我现在给你们简单的重复一下，古代的人物画它就是一个不像真人，现代人物画就是画完之后像真人，但是现代的人物画也分好多好多的风格，每个人每个画家他自己追求的目的不一样，就像我们很多时候现在一开始我们只能看也愿意看那种画的像人的啊，画的漂亮的，画的好看的，对吧？我们能接受了，你画的稍微奇怪点我们就接受不了，但是以后你们一定会喜欢那种。画的不像这个模特的，对吧？但是很生动的那种风格，你们一定会喜欢那种的。我们阶段不同，喜好和接受的程度跟角度也绝对不一样，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们做很多的其他事情一样，对吧？好了，那今天咱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好吧？老师以后配个眼镜。好吧，以后配个也没想到进水这么厉害啊！现在啊，以后老师记住大家来画了啊，好吧，不敢不遵命，不敢不从命啊。好，那咱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啊，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咱下节课呢再继续画，好吧？方法呢跟这个差不多，老师下节课画画可要加快速度了啊，好吧？拜拜，同学们啊，老师应该学聪明了，白山猪水还是白山黑水啊？不需要学素描，得懂一点就可以了，好吧？拜拜，记得早点交作业啊！你早点画画，哪怕一点儿，你交上来让老师们看一看，对吧？拜拜，文员画可以交作业吗？不用交作业啊，咱没有交作业的通道。文员画好像是没有，你问一下你的雄关老师吧。好吧，最后祝大家平安夜快乐，咱们下节课见了，拜拜。